全体都有，准备出发。同志们，这是最后一次试车，能不能完成任务？春江水暖鸭先知，我们要做，就要做第一只敢于下水的鸭子。 你是从2050年过来的，起来了。爸爸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个诗人，可是他很危险。 如果发生意外，我也会死。我的这些就是想明白，他都那件事到底有什么意义？你爹我对得住天下人，我对不住你娘啊！我能活，是因为我总冲在最前头。我写的诗，看看写的咋样？来人间！什么是红歌？ 这个我们中国是没有的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没有吗？预备，开始。实现梦想需要经历很多次失败，怎么才失败一次就放弃梦想？谁放弃梦想了？你好，这几个孩子，爸爸妈妈都不一定有时间。 陪你们长大，爸爸相信你，一定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。